姐，你得先笑完，先笑一下。哈哈哈哈哈！好嘞。不是这么多姐。哈哈哈哈哈！刚才你那个你说那个确实真的好，真的好。不是，咱俩看这水，我本来想稍微闻一下，我老想到我上次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点那什么？闻那个叫什么？穿吗？应该闻，应该闻吗？应该是要闻。闻一下，不会，这是他发波的，对，香。不是，我上次闻那个手腕，他们都笑我，他说他说什么来？我。你自己不放纵，别人会找上门来吗？你这眼睛都演得好爽啊！你不停的在说，没有，我怕我说不顺这词儿。对，他说不顺。不是我知道，我就说他演得好爽啊！人家现在没有排的。一遍，来三遍，老说顺，棒棒的。我衣服还没穿呢，我就摸了。对，你就别穿衣服，就这么多，裸着摸。那我等会儿出去你怎么办？没关系，穿呗。机长，你这儿，你这他这衣服，你赶紧把那个皮鞋给扔掉。赶紧扔掉，我这把衣服，我这是。对，我要的是你，把那个皮鞋往那一扔，是吧？我这一扔，然后就能。我的妈耶！什么？江城摸都摸少了，他是来缝衣服聊病情的吗？你装什么青春？衣服是你要帮我缝的吧？你没想得到我会脱衣服，你骗谁呢？你自己要是不放松，别人会找上门来。穿的好艺术啊！啊，原来糖是给他的，瓜子是给我的。
我觉得诗歌它是开启人心灵的一个钥匙，这部戏是用诗作为主题的。如果我们这个景不具备这种诗情画意，我们的所有的塑造都会功亏一篑。整个团队是把大半个中国都转了一遍的。最后为什么选择婺源？它又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建筑是错落的，每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婺源徽派的建筑贴在一起，它既有神秘感，又有可以诉说爱情的空间，跟悬疑感会非常的贴。前几年的这天晚上，很多的事件，我们在江边搭了一整条的街做这个清水镇的集市嘛。那一场戏我们拍了九个通宵，九天六个人物六个故事，不同的视角，真真假假全部糅合在那一个晚上。烟花放完之前把所有戏都讲，晚上就是一个罗生门的世界，呈现上超乎了我原来画面的想象。这是我拍戏定妆次数最多的，我们定了差不多五次妆。头发还可以再稍微放了一次。一次一次在研究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人物更贴近这个角色本身嘛。这是你的什么？他是想活得非常自在，所以呢他的作品里头就有很多就叫随性的东西，很随意的现在组成跟色彩的对比哈，包括我们捡来的叶子呀花草呀全部是手工做上去的。每个光影的要求都非常细腻，充满诗意的镜头，青春洋溢也好，或者说浪漫，大家在戏里投入表演的那种酣畅淋漓。所有的主创我觉得都在为这个戏添砖加瓦。导演有跟我说过，基本就是每一帧的画面拿出来都是可以单帧成画的。那其实剧本在孵化的过程里我们也做过很多调整，当时导演定的是一个有着悬疑商业元素包裹的外壳下讲人性讲情感讲女性困境的题材，当时就想能不能用电视剧的结构做一个罗生门的故事，每一集有他的一个视角，这种结构很难做，但是做好了会很有意思。在剪辑阶段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琢磨这个剧本表达和导演表达，开始的时候去寻求了一个罗生门的结构。我们其实剪辑上也尝试了打破原有的叙事结构，有些戏是完全砍掉的，有些戏是完全不在这个位置的，尝试打破，尝试打破，就一直在反复这个过程。怎么样去以后能够保护自己，有社会力量去保护他们，这个东西是缺失的，是需要你这样做，大家去警醒。Thank you.